但这首歌调是他15、16岁的时候喜爱他的男女朋友们在农闲闲聊的时候用来表达心声的方法，而从他失去了另一半的时候，他就常常哼起这首曾经是他们用来互诉心声的歌调。随着年代的转换，政策的改变，而对生活的表达也随着改变，因此让我们来继续欣赏 1921年左右盛行的歌谣。
怎么有点像歌？